Clinton. Yeah. 哎，大家好。金砖，这是什么学校的？有没有口号啊？预备起！行百里者半九十啊，最后一句哦哎哎，这边什么学校的？啊，你们也有口号，哈哈，预备起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非常谢谢为我们节省宝贵的时间啊。宜兰县有什么名产？宜兰出美女。真的吗？无我都看不出来。宜兰帅哥。那是普通娘娘，哪边来的同学？不看也不，那气势都不敢看呢。一杯酒。好了，这边是乐队了哈。先妹，两边一样啊。好，那要看我这边指挥哦，哪边来了？预备，去。哎呦，你们也是妇女会的。好啦，大家来当这唱起的歌 ，1 and 2 and 1 2 3 4。赞啊！第一位介绍的是曾庆瑜小姐。大家好。哎呦，这个曾庆这么大是呼声还是？就是呼声啊，就表示大家喜欢你啊。谢谢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他的确不简单，主持节目有一套，唱起歌来的不是呱呱叫啊。尤其是啊，不是呱呱叫，那可是呱呱叫，多多包涵。反正这个班主任你也晓得呢，平常啊，为什么会受到大家喜欢？因为我很保护艺人，我这个人是这样，艺人如果说他有什么不喜欢问的呢，我就这剧本一到我这边就已经删掉。对，哎呀，飞哥，这我都是跟你学的啊，不是，但是呢，如果这个人最近有什么新闻，报纸已经登了呢，那班主任呢就一定要打破砂锅要问到，关心一下嘛，应该的，是不是啊？如果报纸呢也没有登，那或者登了大家也没有感觉，那就跳过了，我也跳过去了。但是如果在某一个什么颁奖典礼上面呢，如果有发生很重大的事情呢，那我不能不闻不问，那不是变麻木了吗？对不对？大家都看到了嘛，再问干嘛呢？可是那个金曲奖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啊？于凯尔先生呢，可是我的老朋友啊，对不对？那天在一起颁奖典礼上面那一段是最好看。哦，为什么孔锵老师在奏悲歌？这不是悲歌啊，那个是结婚进行曲呀。悲歌现在单身呐？啊？你单身？对啊，我也单身。没想到多年以前，我现在不住圆山了啊！哎呦，你还记得这件事啊？我当然记得。十几年前，对不对？我就发现这个女生气质高贵，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啊。想请她吃饭，没请成功。没想到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眼十几年过去，怀恨到今天。哎，然后我就发现奇怪，怎么一直约要你的电话也要不到？那时候于凯尔是我的老板嘛。原来是被他从中阻隔。不是，他是保护艺人。保护我吗？我啦。其实他也蛮有才华的这个人，对不对？
而且他是我朋友，我代替他向你再求一次，飞哥，又求一次啊！这个听得懂，飞哥，我真的非常诚恳的告诉你，为什么不答应他呢？嗯，好，因为你是他朋友。这个是可以慢慢谈嘛？不行，你一定要嫁给他才可以。我一直这样劝你，你都不答应，很不够意思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你就答应我就嫁。你真的不想害他、啊？答应他就嫁给我啊？不是，嫁。好了，开玩笑。那我们就谈反谈到这告一段落。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？其实我最骄傲的不是一件事情，是一种感情。我给你看一个照片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这样啊！啊，于凯尔的就不用了。你看，我这有两张照片哦。背景是，哎呦，赌城啊。那这些几个非常平凡的人，就是我的家人，我的哥哥、姐姐、嫂嫂他们。那这个赤脚的老虎机，它不是在路上，是在船上。我们就一批人这样在那边玩，我们就很想把它拉出一个三个七。嗯。可是你知道很难。很难的，三个七很难。所以我们在那边吵个半天，全船的人都跑来看我们。可是看我们实在太可爱了，船上那个赌场的那个负责的人被我们感动了，他把赤脚的老虎机打开，把它调到三个一样给我们拍照。啊？哇塞，这我以为是你拉到了的。可是我骄傲的事情就是我们兄弟姐妹的感情。哦。因为我常跟我的朋友说，我们兄弟姐妹都会大团聚，每个人都非常羡慕我们。不要说很久很久一次，我们是两年一次，大家很忙，可是都会排除所有的杂物参加这个聚会。我觉得感情是最难得的。不错不错，这个是在对于家庭结构来说呢，这确实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啊，很好，鼓励一下。好，谢谢。那么这个，据我知道，最近这个出片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给我们来唱一首打歌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什么样的歌曲？真实。真实，好，来，鼓励一下。好。谢谢。我好想爱的真实，好想唱的真实。不顾身一辈子，我宁愿爱的危险，不愿自己虚伪，敢爱敢当才完美。你何时才能真实面对我的坚持，不再漂浮过日子？我好想爱的真实，做个专情女子，燃烧不停止。好，你刚刚那首歌刚刚唱还不够。我们知道你的才华洋溢啊，很多什么广东戏啊，什么黄梅调都很在行啊。我从小就很喜欢听黄梅调。请费玉清先生出来一下好不好？要讲黄梅调，他们两个人呢就厉害了。要考一下，因为黄梅调我不太熟嘛。其实我还有点特别，我今天唱的黄梅调。好。我是唱男生的。哎呦哎呦，那这个就厉害了。哎呀，那也找对人，我也雌雄同体。你要哪一段？我们唱楼台会好了。啊，楼台会啊，哇，这个就难度很高了。一般人就是什么梁山伯一曲，哎，对对，听不出黄梅调的这个唱腔。它的到底是这个它的精髓在什么地方？楼台会不是一般人敢唱的。我为你泪，这是。哎，你用真的声音这样唱，女生的就受不了了。我为你泪泪，你看，很轻松的嘛，这是。哎呀，这哎呀，我为你泪泪，对嘛？忠孝痛苦到天明，我为你汗淋淋，匆匆赶路未曾停。伤了妇女情，我为你碎了心，哪有良药一心平？情难舍，物难平，枉费当时一片心，心似火，手如冰。
马上还有一个慈善义演要赶一下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好好鼓励一下，好，来，谢谢谢谢小哥，谢谢佟江老师，谢谢。要我背你走？不是，我是说，要不要先坐到座位上，然后待会镜头拍不到才离开，还是现在就直接可以离开了？那你再坐一下好了。